非常榮幸獲得由 AM730、鳳凰財經同埋 PR Asia 頒發嘅傑出上市公司大獎。今年已經係 Activation Group 連續第三年獲獎。在這裡我代表公司全體人員向主辦單位表示感激，多謝你們的認可和鼓勵。這個獎項對於 Activation Group 意義重大。過去十幾年，我們深耕中高端品牌的營銷領域，憑藉我們對市場的深刻理解和不懈的努力， Activation Group 在大中華區的市場佔有率已經達到 10%， 是行業排名第一。這個不單止是對我們團隊專業能力的認可，更加是對我們服務質量的肯定。至今我們客戶已經超過550家，分別來自 LVMH 集團、愛馬仕集團、 Chanel、 開雲集團和力豐集團等等。在這裡我非常感激每一個客戶對我們一直以來的信任和支持。我們公司的業務包括品牌營銷和 IP 拓展。在品牌营销业务方面，我们提供一站式的营销服务，包括线上和线下营销，协助品牌打造独特的品牌故事和增加品牌在本土市场的影响力。我们的营销服务包括举办大型的时装show、大型的展览、 VIP dinner， 也都包括产品发布会等等。今年2023年，我們都幫助了客戶在香港舉辦多個大型營銷活動，包括今年4月在西九龍故宮文化博物館的 Cartier 珠寶展，在今年11月尖沙咀星光大道舉辦的 LV24 早秋男裝 Fashion Show。 在 IP 拓展業務方面，文化 IP 有上海設計周，和香港置地合作的上海藝術展館西岸船心。體育 IP 有環法自行車賽和西甲俱樂部的中國品牌獨家營運權。未來我們會探索更多這一類的 IP。 今年我們公司同時在2023年 EMA Award、 第23屆 IAI Award 和第14屆 Tiger Rose Award 等獲得多項殊榮，這些都是證明了我們在廣告業裏面的領先地位和強大實力。市場認可是我們持續發展前進的動力，亦都促使我們成為行業的標杆。展望未來，我們將會繼續秉承核心的競爭力，把握機遇，迎接挑戰。我們相信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化，我們都有能力和信心繼續在行業裏面保持領先的地位，為客戶和投資者創造更多的價值。最後，我想再次感謝公司的管理層和同事們的努力，亦都感謝投資者、分析師和業界朋友的支持和信任。未來的路上，我們期待與大家攜手共進，共創輝煌。多謝大家。